今天的天儿，看看多好。我爸上午出去钓鱼去了，刚才骑摩托车刚回来，我去看看收获怎么样。早上去的，中午才回来，全都是溜根的，没少钓啊。嗯，哎呦，还有个鸡娃子，挺好。溜根鱼，真不少呢，还。一上午的收获，现在给它收拾一下，挤一挤，晚上就可以吃小鱼了。有个盆啦，不太小哈，不小，这都挺大的，没少钓呢。绿宝，这是啥？这是啥？一根儿，不少啊！你这，我爸这属于钓比你们钓的多呀。我那可行，我那没钓着。还上现在还上大河钓也行啊。不行，到时候你上大河钓去吧。那河那钩子不行，钩子还是小。钩子看着鱼了哈，它不咬钩。瞅着也瞅着鱼了，也有它一帮一帮的，它不咬。那适合下屋子下挂了，给它挂着。咔嚓，这个。不然你说鱼，那见这个多。爷爷，嗯，爷爷，你说这俩多好啊。爷爷，吃啥呢？这里啊？瓜子仁。爷爷，你身上热。我身上可热乎了啊。热。这鸡不饿了，这非得喂呀。从那从那边找，从那边找，去。奶奶领去。那你去吧。哦，那我去啊，那我去吧，走吧。还得喂鸡，惦记着喂小鸡儿。走吧。爸帮你拿着吧。嗯。还自己拿着。爸爸气球坏了。气球坏了。嗯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小妹又咋的了？妹又哭了。妈妈扎鞋子。大嗓子头都快热死了，姑娘。跟着姑娘去喂鸡，说啥就得喂。哎呀妈，这样凉快哈。来，正好咱就搁这边上阴凉地方，他这边来。爸也端着，来上跟前，往后去。你说小鸡儿快快长啊！小鸡小鸡快长。长到冬天，咱就杀吃肉。嗯，不杀。不杀。爸爸，从这到。嗯？从这到。哎呀，真有办法。到吧，到。又喂鸡啦！那怎么踩呀？我一会问问你三姨。今天这回这鱼可真是多了哈，头一回钓这么多，头回钓这么多，下回钓。哎呀，鱼挺多哈，得多。这回你爸钓真过瘾，我那天钓了还把我累够呛呢。咱这看着都过瘾呢，没钓着还把我累够呛。这喜获性，快回来呀，回来。现在都是收拾干净了，看看这些鱼，这鱼全都是野生小柳根儿，还行。大哥这会儿还真不瞅这玩意儿，有时间也去钓两趟，体验一把钓鱼的乐趣。
对吧？钓多少，乐趣在哪？